笑了。啊，本来就是微笑啊。哎，你们两个帮我骂他啦，这个。微笑不会干哦，冰鸟。啊，微笑那又怎样？哎呀，说要跟你们做朋友。不要。干嘛呀？去死死吧！他说喜欢你们，他你们跟他聊天。要吗？要是不是？要我有条件哦。去跟我司机哥他煮的大便，我就跟你当朋友。要不要吃大便呢、啊？去吃吧，小妹。哎，红宇豪，这东西值得他破坏公务哦。他破坏公务报名了，这是他、啊，又不是我。啊，被送顶级，顶多被送去顶级啊！哎、欸，二一上可能在杨梅站教会2184吧，可能吧。好啊，我要去买鸡排了。